这次讲一下造船厂新出的船只吧，就是大三。这个大三的话，总体而言是像个战巡设计，因为这个的话我没有查它的资料。然后它的话，从长度上是跟那一个，或者说装甲结构上会偏向于跟无比类似的结构。但是它比起无比的话，因为全身32的缘故啊，会比较怕那一个32寸的巡洋舰、轻巡洋舰以及32寸的 AP 弹，比如说它的大哥亚马头大和，对吧？我们看一下大三的一个生存性吧。生存性上的话，先看一个血量。一个6.9万的话，不如正常的巡洋战列舰啊、一般的正常的战列舰的话，它是有一个7万多的，大概多了7000到10000的血量，所以说它这个血量的话算比较贫瘠。但是反也不能说反过来吧，与之相对的是它的那一个鱼雷防护啊，给到了53，比起其他的战列舰的话是算多了很多，是吧？然后在一个装甲结构上啊，你会发现它全身都是黄色的，32颗，所以它这一艘船比较怕巡洋舰，比较怕巡洋舰以及近距离的那一个德系副炮船，这是一点啊。然后至于核心结构的话，它是有一个类似于就是日系穹甲的结构，日系穹甲的结构，它的核心区的综合厚度的话是一个76，再加上一个305的，总共是37、38的左右啊，算上等效的话，可能达到一个400的核心防护啊，核心防护。然后你要知道，在一个轮机舱，对吧？这一块斜的方面的话，有没有感觉跟谁有点像？就是一个无比啊。那比较常见的话，就是一个新德堡，新德堡也是这一个斜面结构。所以说这种斜面结构的话，在远距离的防 AP 弹的，应该说防 AP 弹，远距离防 AP 弹防护上啊，就是比较脆弱。所以说这艘船应该跟无比跟新德堡一样，在横船的情况下，远距离掉到这一块核心区的话，应该是比起其他船更容易出核心区。然后至于顶板的话都是38啊、51也不会被点。然后呢，它后尾部的核心结构的话，就防护上会比前面的好一点。我们再把这一个穹甲或者说它这个辅助区间拿出来的话，你会发现这一个76，然后这边还有一个76，然后这边的305，也就是说后面的这一个核心防护的综合厚度啊，是比前面大了大概，如果说算上等效的话，可能有100左右，就多了100或70-80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尾部的那一个核心区的防护啊，会比前面好很多。主炮方面的话，这一门炮算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一门炮，因为它是继承一个出云的属性，就所有的属性都是继承于出云，不管是 AP 穿身、AP 弹数、弱弹角，所有的都是继承于出云。然后与它类似的精度的话，应该就是八戒奋亚的八戒。如果有人玩过八戒的话，你就知道八戒的那门炮有多舒服，对吧？在九级防高穿身，能碾压一众重巡的一门410炮。而且核心区穿身的话，在九级船里面算是数一数二的，大概在排在前4到前5，而且跟第一名的那一个穿身远距离穿身的话不会相差太远。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主炮精度啊，主炮精度就是跟出也不是出云，是跟八戒一样是 2.1 西格玛，然后日系的水平散布和垂直散布，然后再加上那一个它的一个比较快的填装啊，27秒，比起其他的战列舰30秒快了很多，对吧？而且准炮的话也是35秒，没有像日系的那一个颈椎臂。虽然说它的射程跟出云有点像，但是它这个的话可以通过一个侦察机来增强，而且这一个大三的侦察机是特化的侦察机。如果说五藏的侦察机是强化过的，那这个大三的话，大三的侦察机消耗持续时间和冷却时间的话，就比五藏更好。然后再来的就是它的一个副炮，它的副炮的精度的话是继承了一个德系的副炮精度，德系的副炮精度。然后综合纸片火力的话是应该是排在9级里面的第1、第2吧，反正比德系高。但而且点火效点就是纸片的点火期望的话也是排在第1名啊，应该是排在第1名。反正不低就对了。
大概是一分钟，每分钟三十几个吧，对吧？三十几个点着火点，着火数啊。但是因为它的口径啊，127没有加被那一个加强一个，就它的存储没有被得到加强，所以说这两门炮应该是处于就是在近战的时候跟对面的战列舰近战的时候用才用得到的一个副炮。当然你是不能跟那一个德系的人对炮的德系或者说有32穿的那一个副炮存啊对轰的，因为你要记得你存壳只有32，所以说这艘船的话远距离可以通过它的一个出云的炮去打击别人，对吧？去游走去打击别人。在那一个排位上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这一个高点火率的德系精度的副炮在内战中啊取得优势。因为你想想一个斯伯德，当然斯伯德有一个32穿啊，这又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了，对吧？然后鱼雷方面的话，你要知道这一个大山居然给了一个四乘四，也就是说同侧两座八颗的鱼雷，当然它只有10公里，对吧？10公里，然后是一个日系传统一个高山鱼雷，发现距离只有 1.7 啊，算是一个正常水平吧，就应该是导风的12公里雷吧，大概是吧，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对吧？然后至于防空方面的话，它那一个它带有一个中圈，你会发现外圈的话110、哦、中圈还带了一个300，但是它中圈的话只有 3.5 公里，还有一个内圈220，算是中规中矩吧，就是比其他的那一个日系巡洋舰哦不对，日系战列舰防空多了一个中圈200多的那一个秒伤，是吧？当然航母还是该找你还是会找你啊，没什么区别。至于机动方面啊，你看啊，至于机动方面，它作为一个战巡应该是战巡吧，反正看得像跟5:1差不多的一个设计思路、啊、就是一个航速较高或者说最高的航速35节，然后再加上一个准温半径1100，你这有点高了是吧？然后准舵时间的话还算是比较正常，所以说这艘船的话我是觉得它是跟5:1啊就有类似的打法，有类似的打法。隐蔽方面的话，它的隐蔽可以最高好像可以压到13点多公里啊，算是中规中矩吧。在9级防里面，美系的话可以压到12点多，那日系的话13点多，其实也还行。毕竟你手里拿着一个出云炮，就算是隐蔽被拉远了一点的话，你这一个瞄准精度或者说射击难度的话是不会差很多的，对吧？你这门炮射击难度或者射击精度的话比美系好很多了，是不是？那所以你隐蔽的话差了那么一点点也不是不可以接受。消耗品方面的话，我们就要回到一个科技树了。消耗品方面的话，它是有一个哦，它的那一个维修小组是少了一个，它只有3个嘛，然后是正常的一个恢复水平，以及这一个损管的话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它的有一个加强型的一个侦察机嘛，侦察机的话它是被加强过的，你会发现啊，它的持续时间是240秒，而冷却时间只有90秒，而别人的侦察机的话是反过来的，是反过来的，别人的侦察机的话是我看一下。别人的侦察机是应该是240秒的冷却时间，然后再加上100秒的一个持续时间，也就是说大三的侦察机的属性跟正常的侦察机的属性是就是冷却时间跟持续时间是调过来的，所以说它的那一个射程会比簇云长很多，就长了大概10%几吧，然后可以达到一个，因为它初始的话是20公里，20公里的话再乘以一个20%，1.2的话可以到达24公里或25公里的纵，它叫什么纵向，对吧？纵向精度啊，记不记得纵向精度跟那一个射程有关啊？所以说它这个射程的增加强啊，它的纵向精度也会得到一定的改善。大三的加点和插件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有两个流派，一个是走副炮，针对正常的常规的那一个战列舰为目标的流派，以及那以主炮为主、以副炮为辅的，综合能力
有综合能力的一种加点方式啊。第一种对吧，副炮加点的话，那当然就是以副炮为主，当然这一个六号叉的话应该还是以主炮为主啊，因为毕竟你的那一个大三的副炮的话是以点火为主，而不是以直伤为主的一个流派，毕竟你的 HE 存身是不足以啊，副炮的 HE 存身是不足以让你直接打出直伤的，所以这边的话只要加一个副炮精度，然后加点方面的话以点火和副炮为主的一个加点，手动方面的话我不知道要不要加，因为它本身也就是一个 德系精度，但是你要知道像斯罗的那一个东西啊，哦，但是斯罗的有个32穿啊，所以我这个不太清楚要不要加这一个手动副炮，可能加一下的话会好一点吧，毕竟的话它那一个大三的副炮精度的话也就仅仅是一个德系精度，哦，德系精度，但是它如果加强了精度的话，它的点火期望应该还会再往上提一提，毕竟你命中数加强了对吧，但是又不是很精度又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啊，纯头纯位应该还是也可以打得到啊，导致全程三把火啊，烧死对吧。作战思路方面的话，就是你可以依据着这一个大三的一个特性去围绕啊，围绕着打，比如说他有一个远距离的阻击能力啊，就是跟初云一样，还有一个近距离的点火能力，跟实践一样，但是实践有个32穿对吧，那你就是说你可以把自己的打法综合一下对吧，看你要偏向于一个远距离阻击啊，或者说排位的近距离跟常规战列舰的厮杀对吧，两个都可以，但是你要对吧，你要就是你要利用一下，看你要利用一个主炮的特性，它的初云炮啊，或者说它的那一个副炮啊，德系副炮的一个高点火率。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其实他那一个大三综合属性是我是觉得比之前的这一个肥前啊好很多。肥前的话我说实在他也是32颗，但是他的那一个主炮精度啊被削过了对吧，只有 1.7 的西格玛，而且是一个轮炮，就不如初云的高春生啊，高弹速高精度的炮，而且他这一个32颗唉真的就是有点废废的，有点废废的，很难受对吧。肥前的话我也很少开出去，因为肥前本身就真的如果说跟大三比起来的话，肥前就显得有点废物的点，是不是有点废物的点，你看这一个血量比大三多了大概6000啊，大概6000，然后但是他的鱼雷防护又低了点啊，航速又不太行，是不是隐蔽虽然好了点也不是好了很多，哎真的是。所以这次的造船厂我还是推荐说大家如果能有实力的话可以嫖一下那一个大三，就是通过一个买通行证再加上两个阶段，两个造船阶段去把战术船给提了对吧，就算你不是为了提船，他那一个造船厂的任务的话通过花5500的金币还是可以混到不少的那一个钢和煤炭吧我记得。所以这次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把那一个造船厂做掉，去提一下船啊，顺便提一下船，反正后面的话也是会的变成绝版船进入一个圣诞箱啊，所以说现在能做的话就把它做掉吧。